我是公公的后端的2012年了，10月18号，潮州基地，然后10月28号14:42所拍的是我们的15型501。拿200型，一样九五，还有3000型以上的九，哎，有一个哎，这样有一台那个霍利天那边是吧？我们的1239，3036，1U952 R202以及1501，大家都亮相。结果呢，这个明日号的东西跟这个1500的东西，基本上只有位置不一样，对吧？1500是橘比较多，全橘，然后黑的，这个是黑的比较多，橘的都是这一块。哎，他开进来。19，好，谢哥，那这样就那，拜拜。有红斑吗？14:45，10月28号，刚刚一直在叫，拜拜。